好，新战役，我们打新战役。据说人在被剥夺了自由后……哦，那个声音开大一点啊。能真正了解自己。我在想，你有多了解自己呢？囚犯，向前走上平台。监狱将伴你同行，这身护甲就是你新的牢房。别误会，战争即将开始，它带来了功名荣耀，也带来了阴森恐怖。芬里先生，自由在召唤你。来吧，好戏开场了。好，那前面动画我们看完了啊。我稍微播一会儿，播一会儿之后啊，那个小色他就来了。今天我跟他打，还让他打一场的。更多惊天的消息，阿克托尔斯·缅斯克元首举行了一场纪念母巢之战结束4周年的新闻发布会。以下是特派记者 Cat Rockwell 从现场发回的报道。元首，新一次的虫群入侵仍旧非常具有威胁，可您不但没有扩充舰队，反而把大笔的钱都用在追捕吉姆·瑞纳那样的旧日叛党上。吉姆·瑞纳对帝国的威胁是显而易见、迫在眉睫的，他是个丧心病狂、无法无天的反贼，他想要在整个星区散布恐惧条例。他和他那群无恶不作的社会渣子已经在6个独立世界发动了公开反抗。
罪犯死被绳之以法。咱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人渣。副官，我的军队准备好了吗？指挥官，您的部队已就绪，等候调遣，上传战略数据中。很好，这场革命即将白热化了。死水基地是帝国在马萨尔的。简单说说，副官。帝国军在死水基地的城镇中建立了一个后勤总部，他为全马萨尔的行动提供补给。帝国最近把军队抽调走了，那里守备空虚。当地人配合吗？死水基地的民众都是有名的造反派，但是他们缺少武器和组织。拿下那个运筹中心，梅斯克对这个行星的统治就会陷入瘫痪。备好舰船。好的，我们慢慢开始打。这是最高，这肯定最高难度呀，我不可能打这种休闲模式的呀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小子们，告诉那些当地人，他们不必屈从于帝国的淫威。慢点说，有何安排？游击兵出动，相互之间保持距离，提高警惕，前进。我把那个声音调一下，感觉啊，声音调好了，等一下。有点大声音，听起来不错。这个雷诺的攻击是12，什么事？比普通机枪兵大一倍，攻击距离也比普通机枪兵是多一格。包在我身上，你要说什么？血也有点多，200点血。别去那条路，听起来不错。妈的，别去那条路！你说别去那条路，就别去那条路。哥猛的一包在我身上，开始行动。这种情况下就要散个请讲散一个散行，看到没有？谁等着？慢点说，有何散行？然后 A 过去。雷能，杀了他。何安排？游击兵出动，请讲。看到没有？哥是猛如虎。开始行动，什么事？请讲。监督好你们周围的人，分歧只会拖延我们。指挥官，摧毁地。摧毁有何安排？我不想再看见 Minsk 的那张老脸了。炸了他！雷诺兵雷诺血比较多啊，所以说有何安排？稍微那个，听起来不错，往前面拉一下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听起来不错。我的街坊，我的家人，情况越来越不妙了。保持一定的距离啊，行动，这样的话你有缓冲。城镇的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帝国军，这怎么办？打不过感觉。该呼叫我们准备好的特快专递了。好，干上去，操作一下。谢谢你的救援，誓死追随你瑞娜。骑兵出动，听起来不错。整装，什么事？听，有何安排？游击兵出动，这样的一个扇形的话其实是不怕的。当地人在那边，到了挖掘站每个人都会有一顿饭吃。我哥哥上周下矿去了，然后就失踪了。妈，你哥哥已经挂了好吗？有人逃跑了，他们在击杀平民，赶快开始行动。你要说什么？什么事？这还会攻击的啊！梅斯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谢谢你，瑞娜，我们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们。没有血了呀，雷诺。很多人，
我会去救他们的，开始行动。那感觉救不动啊，这个局势啊。瑞娜警长，有阵子没在这儿见到您了。我们支持你，游击兵们。出动。怎么支持吗？跟我一起干上去啊！这里是军事禁地，你们这些暴徒被捕了。先把喷火兵打掉。瑞娜，哎呦，你说没血了。哇，这个有点猛啊，这个东西。我觉得他这个打比我还猛啊！什么事？包在我眼前。安静，你要说什么？有何安排？哎，应该还要。有啊，等等。游击兵出动。还有两个头像没打，这个可能是没有完成最好的任务。从没敢想过反抗，但现在不同了。既然已经有了充足的武器和资源。别再让曼斯克掌控你们的人生。开始第一关肯定是很简单的，但之后就会慢慢难起来了。这个就是那个凯瑞根，就是雷诺的老婆，应该说是。然后在《重新之心》里面，他就是那个从母。待会儿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凯瑞根会那个会变成宠物的。好，跳过动画。我挺好奇的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哦，押解我去新福尔松的时候，我崩开了冷冻器。哦，我还赤手空拳干掉了十几个守卫。那绝对是吹逼，不可能的这种。对，这我听过了，但好像有个最精彩的没说。你拐走了监狱长的女儿。别跟我来这一套，小子。听说我进去之后，你成了头号自由主义战士。怎么回事，吉米？正义的仗打得太多了？我还没完，泰克斯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曼斯克迟早会下台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跳了，我们还是那个就该怎么就怎么啊，把那个剧情都看完。Sarah， 有时我会想，如果你死了，倒是一了百了了。这种放张遗像过去。我是当尼·沃米林，这里是 UNN 的现场报道。下面将插播一条重大新闻，让我们连线身处边缘星球 Masara 的特派记者 Cat。 好的，当尼，叛党 Jim Rayner 于不久前高调亮相，他袭击了死水基地附近的一处帝国仓库，并将仓库中的武器全数发给了当地民众。 Cat， 我想当地民众一定对于这个通缉犯的到来倍感紧张。事实上，当尼，我所采访到的民众似乎都为之振奋。谢谢 Kate。 以上是前方报道， Jim Rayner Masara 民众的噩梦，稍后带来。您的孩子使用强化剂了吗？继续说啊，伙计，招不住了，我还没听够呢。这种新闻垄断怎么招得住呢？我们还是看任务吧。感谢您的行动， Masara 的人民现在已经公然反抗 Arcturus Mask。 好，我这边有医疗兵啊。这个旧岗哨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。沉住气，小伙子，帝国的工程师在这儿挖了几个月了。看到那吊臂了吗？他们正准备把外星神器运走呢。哦，真是见鬼了。看到了吧，别这么没信心，吉米。好，该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了。先端了那个基地，再把宝贝弄出来。有很多水友都说我在自由之翼上残酷模式会各种打击机，我只能告诉他们实在太天真了，太低估我的实力了。塔这种
打这种自由之翼，我简直就是，哎，五年前就打过了，好吧？这种对我来说简直就跟吃饭一样，不可能会什么打击机这种事情发生的。任务，请讲。既然大家要看，既然大家要看那个，要看那个我们需要更多的陆战队员来夺取哨站，在兵营里训练他们吧。还有，更多的 SCV 能提高采集效率，在指挥中心训练他们吧。大家要看那个就是那个过场啊，就是，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这个没关系的。谁不服 ？SCV 就绪，都是哥的这些东西。收到。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收到，位置正在接近。需要建造更多的补给站。哇，居然卡人口了！我靠，有没有科技挂件吗？没有。有坏消息。哎，好像能够挂那个医疗兵啊。快快快！还能够挂医疗兵。但愿是好事。矿物储量不足。但愿是好事。先杀个动物磨磨枪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附属建筑搭建完毕。SCV 哎，也没那个，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那个东西，就是没有兴奋剂。没问题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太棒了，整装待发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医生姐姐来了。要要的就医生姐姐好吗？谁不待命中？可以可以。但愿是好事。请讲一下你的急诊类型。先派一个医生姐姐去诱惑一下。哎，干我呀！好，善行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操作。然后轮接这个医生姐姐，很 nice。你要给我什么？等着你的命令。妈的，我实在太没有素质了。哎，纳尼？这什么情况？紧随其后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但愿是好。待成。整装待发。是。操作。谁不服？你。快快快！什么事儿？听从指令。不行，要第二个医生姐姐，不然的话这个医生要挂掉。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再去。现在要求稳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你要找茬吗？小子。 SCV 就绪，高能瓦斯不足。三个医生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等着你的命令，整装待发。这时候绝对不能，谁不要做一个做一个善行啊。你要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医生姐姐来了，医生姐姐来了。但愿是好事。可以了，差不多可以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出击了。矿物储量不足，这波兵已经很猛了。手组 SCV 就绪，指挥官。帝国军正在攻击西南的起义军基地。我来了。很好，他们做了我们的挡箭牌。我来救你们了。需要帮助，泰凯斯，不能坐视不管。说的没有错，不能坐视不管。是长官，正等着你的命令呢。是。但愿是好事。守好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我靠，那么多！叛军，他跟你拼了！哥，医生姐姐多好吗？等着你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但愿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听你的，尽管给我们命令吧。欢迎加入，伙计们。你们也只能听我的，好不好？是瑞娜的人，瑞娜太棒了。帝国军见鬼去吧！你要给我守好位置，正在接近。这就是拉扯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
你又明白。好了好了，坏人在那边。可以了可以了，就这波了，我觉得。警报，帝国的恶火将上。这种，蛇会散的好吗？散的跟花一样。整装待发。医生有点伤。地堡蹲得漂亮，吉米。等等等等等，稍微等稍微等。你的人要赶上我，还得再练几年。运量不足，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需要医生姐姐。谁不服？但愿是好事。等着你的命令呢，小子。等，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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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波了，这波已经不可能会挂的。听从指令。这个残酷电脑还有点聪明，他会那个，他会打一声。正在接近，但愿是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快快快！好，先过去勾一下。哎，勾在这，打我呀，孙子！哈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智商。看 ，nice， 妈的还有坦克，现在就把坦克端了，这个坦克威力太大了。直接干，直接干！我们需要支援，守岛位置正在接近。快一点干死他吧，把这基地打爆就好了，结束了。等着你的命令呢，等着你的命令呢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还凶？但愿是好。运送，快快快！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谁不服？这还没结束啊，什么情况？守岛位置正在接近。要全部干完吗？整装待发。守岛位置正在接近。等着你的命令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快快快！好，一个连斧哥包了个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进入吊臂控制程序，安全系统破译中，吊臂控制已建立。这个应该是塞尔那家神器。漂亮，把那鬼东西吊上来，然后赶紧走吧。太轻松了，哈，自由之意不过如此。那个大家既然大家都想看那个动过场的话，就看一下吧，好吧。这是什么？不是说虫子几年前就被怪物星灵给烧干净了吗？已经四年了，可是星灵还在荒野里寻找地下的虫巢。不错，这种战利品能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，咱们去弄几只怎么样啊？要去你去 Takis。我下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们。为自由而战什么的。不得不说，吉米，你已经是彪悍的斗士了。如果我是缅斯克，也会被你吓跑的。泰克斯，此话当真？不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吉米，消灭虫子是什么感觉？每道伤疤都是过去的见证，都是九死一生啊。
没什么比那些虫子更可怕的了，泰克斯。如果没见过成群的虫子朝你冲来，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。这应该是个刺蛇的头啊。你的神秘买家是谁，泰克斯？我们应该把神器交给谁？一群书呆子，自称摩比亚斯基金会。摩比亚斯，那可是个正统的研究组织，他们怎么会找上你？明斯克禁止外星物品交易，让这伙人绝望了。而且你了解我的，吉米，我是个伟大的科学支持者。感谢你的关注，我们将连线前方，了解吉姆·瑞娜暴动的最新情况。多谢当尼，瑞娜显然扩大了打击范围，他刚刚袭击了一处帝国挖掘场，可能还夺走了一件危险的外星神器。元首于今天早些时候对此做出回应。这些看似无毒无害的圣物会造成怎样的威胁，谁也说不好。任何持有此类物品的人一经发现，严惩不贷。看开点，伙计，反正你也是通缉犯。谢谢了，泰克斯。令人震惊，凯特，瑞娜的恐怖行动想必已经造成大批无辜伤亡。事实上，现场仅有的平民死伤却是由杀红眼的帝国安全军队造成。谢谢凯特。以上是抢先报道。我遭得住。吉姆·瑞纳残害妇女儿童的屠夫。我靠，这种什么东西啊？军费。各种黑，我觉得已经遭不住了。在死水基地等待运输才能离开马萨拉，运输部队已经出发了。这关好像要防守。有运输机会来接我们。待会儿要做的就是坐稳了。听起来还不错，我看还有点时间稍事休整。指挥官，我侦测到密集的异虫生物信号正降落在废弃的采掘站附近。我早该想到的，你耍我泰克斯。我发誓，伙计，虫子的事我完全不清楚。根据当前的形势，虫群会在一小时内席卷这里。见鬼，我们必须撑到撤离。如果能利用地堡并全力守住两座桥头，应该还有机会。哼，看来今天要打一场硬仗了。什么？我打过无数保卫战，但那不是跟虫子。要我防守，要我进地堡，要我做缩头乌龟，妈的，我天生就是个进攻的人，哈，妈的，干死那些虫子，赶过来都得死，哥有医疗兵慌个毛，防守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请讲。运营运起来，升级。让我当缩头乌龟。看外面有没有矿啊？有矿，有矿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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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去把矿采了再说。先在这边不要动，稳一点，看一下情势。高能瓦斯。哎，没事。什么？得死！我靠！听从指，谁不服？整装待发。SCV 就绪。算了，暂时不去出这个眉头。哎呦，什么埋电？哥会甩的好吗？收到。跟我干。交给我了。太天真了，附属建筑搭建完毕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有没有那边矿？这边可能还有一个，我先看一下，是吧？有点多，算了，等一下再说。上子弹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要急。形势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先稳一下，先稳一下。还等什么？但愿是好。听从指令，整装待发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现在有点形势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
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谁？你要给我，谁不服？有人能听见吗？我们被困在死水基地附近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不要慌。整装待发。包在我身上。高能瓦斯矿物储量不足。你要给我什么？妈的，还有埋伏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我还以为我们死定了。哼，请讲。需要建造。医生姐姐来了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定了，也不看看指挥官是谁。死定了，哈。等着你，整装待。好了呀，我那么多兵了，来啊，还有谁 ？SCV 就绪。你吓死我了。这种狗不就来送吗？站一下，三个站型。你要给我听从指令。探测到大量飞行生物，大量预计到达时间就是现在。大量飞行生物什么东西啊？飞龙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这个局势我现在感觉不太。整装待发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你还敢咬平民？哎，飞龙，真的飞龙！哎呀，没看到。哎，这些防空塔本来我就要打掉的。还等什么？有坏消息！开工。矿物储量不足。还敢打哥的建筑？虽然是中立建筑，但也是哥的中立建筑。装跟我干，来啊！妈的，还有谁？收到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听从。我说过了，我肯定冲出去打的那个呀。紧随其后，但愿是好事。还等什么？关键是哥有男子气概，这种时候，矿物储量不足，怎么可以怂？但愿。我又不是黄旭东，对不对？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基地遭到攻击。命令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求救求救！我们被虫子包围了，到处都是伏兵。如果可以，请快来支援。来了来了，不要慌。谁不服？有坏消息，只要跟了哥，就等于天下掌握在我的手中了。矿物储量不足。老兄，见到你真好。这种时候我们跟定你了。没错，妈的，跟我干起来。没问题。那你被包抄了。哥会甩。需要建造更多的补给站。你要给我什么？跟我斗。跟我斗，哈哈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实力。矿物储量不足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哎，好像没那个了吗？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但愿是好事。你要给我正等着你的命令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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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放他一马。没那个了，没妹子了。稳一点，稳一点，先放他一马。听从指，等着你的命令呢。他居然会点妹子，这个让我也有点对他刮目相看啊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我多造点妹子，让你点。医生姐姐来了。让你点啊。整装待发。医生姐姐来了。命令收到。这局长有点不太对啊。非常期待。这里快守不住了，我们得撤到高地上去。这搞笑吗？哥那么多兵守不住啊！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再去吃点狗。听，但愿是好事。没问题。从来没有守不住这么一说好吗？只有我干不干。谁不服？你
要找茬吗，小子？好，我再继续去端那个虫族那个基地。嗨，谁不等着你的命？听从指令，但愿是好事。愿是好事。什么？三条飞龙想干嘛？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你要给我什么事？整装待发。你要给我什么？谁等着你的命令呢？哎呀，他居然打我那个医疗兵，我招得住他。但愿是好事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顶住，弟兄们，援兵就快来了。整装待发，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谁不好了呀？你看到没有，哥就是猛男，这种怎么可能防守嘛？整装待发，那你那么多兵到我家来了？听从指令。哎，他居然换家，我靠！你要给我什么？但愿是整装待发。啊！被他换家了！妈了个腿！炸！有人能听到吗？那么多！太狗了这种！哎呀，我怎么招得住他？居然选择换家！医生姐姐来了。整装，但愿是好事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哈，谁不这种正面那么菜，居然选择换家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差点被他换成功了。谁不要找茬吗，小子？我们需要支援。先救他们再说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他们还有东西。等着你，但愿是好处。我知道了，别催我。你要谢谢你的救援，誓死追随你，瑞娜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算了，我觉得这个还要守七分钟，不能太过分，省得待会又被他换家。但愿是好事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基地遭到攻击。我们需要支援。听从指。矿物储量不足。但愿是好事。整装待发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整装，谁不服？好，就等着你呢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哥散的好的要死，姐散的跟花一样。收到。但愿是好事。收到位，谁要找茬吗，小子？了解。谁不服？这一波兵不能出门啊！你要不管怎么说，你要有一波兵保底的。你要等着你的命。没有保底的话有点难弄。医生姐姐来了。哎呦，我错了。收到，听从指令，等着你的。谁不收到位置，正在。啊，又来一波狗。回去算了。但愿是好。正等着你的命令，小子。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很快就能撤退了。你要给我请讲一下你的急诊类型。妈的，这种防守简直！整装待发，我又要说那句话了呀，哥就是阿格斯之盾啊！快快快！谁不服？还有谁？好，等着你的命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当然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正在接近。谁不服？好好的，头儿。
啊，不对，在毒包数量。啊，不要！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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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来。需要伤员分类吗？啊，好痛啊！刚才那波。好痛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觉得，紧随其后。妈的，这种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要给我算了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命。矿物储量不足。谁不服？路亚。跑得厉害吗？啊！又是这一波。等着你的命令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抄家伙上！算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谁不服？那老天都叫我防守，我为什么要跟天做个去呢？对不对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但愿是好事。我靠！家里面都能被传这些东西。矿物储量不足。什么事？好了呀，这三个地堡等着你的命令已经不可能被打进了呀，这种地堡防守简直就是中路霸王枪，有点多嘛。哎，有点多嘛，不会吧，还有一分半呢，不会吧！啊！妈的，保平！指挥官，我是 Matt Horner， 坚持住，救兵马上到。慢慢开 ，Matt， 不着急。哥只能使用保平流了呀，这时候三个飞龙你打好了，半分钟随你打，哥最终还要获胜了，哈，虽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有些东西只要看结果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在意过程。好了呀，六五四三二一，好，哈哈，哥打得真是好，救兵到了，下边还有活人吗？还能高兴见到你们，你总算来了，还好我们及时赶到，长官，现在让我们撤离吧。哼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什么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只会记住胜利者，妈的胜利者就是最牛逼的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你想当时刘邦和项羽，妈的那个项羽那么牛逼，最后还不是被刘邦干了，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，就只有记住胜利者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剧情啊。该死的吉米，你一直都在瞒着我，真是掐着点来的呀 Matt， 从没丢下过您，长官，的确，赶紧带我们离开这儿！所有炮组火力向前集中，一组二号和六号引擎，听我口令，准备折月。开始。哎呦，这折月有点帅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虫群已经消失几年了，为什么进攻 Masara？ 不只是 Masara， 你该看看这个。昨天我们军发展全面进攻，所有外援星球遭受毁灭，
蒙受重大损失，伤亡已达数亿。几分钟前，虫群攻击了帝国某军事研究所。我的娘呀！从最新的视频中可以确认，虫群现在的首脑就是刀锋女王。知道他会回来，但他要干什么呢？他还有件事情没了解。好，我们继续过那个过剧情啊。没人知道虫群这次会怎么对付我们，长官。我们必须确保装备和军需品足以应付挑战。我会去军械库找 Swan 的，我了解他，升级设备肯定准备好了。恕我冒昧，长官，但那个罪犯为什么还待在我的船上？没事 ，Matt， Takis 是我的故友，他几年前拉过我一把，我欠他的。好吧，他的犯罪记录长得简直和我一样。相信我，如果他要我死，我还能站在这儿？明白了，长官。你这船可够大的了，杰米。你是怎么弄到这一座空中宫殿的 ？Hyperion 以前是 Mansk 的旗舰，我们跟他闹翻后，我跟 Matt 决定借用一下。他见证了我们的许多劫难。说到困境 ，Takis， 你怎么在这儿还穿这身衣服？对呀，你这衣服租来的吗？好吧，我越狱时受过点恩惠，总不能让人家白帮忙是吧？还完这些人情钱，我得一直穿着这衣服。你欠了什么人的人情 ，Takis？ 当然是莫比亚斯人，这可绝不是偶然。他们早就对那些神器垂涎不已了。你的债可别指望我们来还 ，Takis， 咱们一码是一码。我不知道 Takis 穿这身衣服，他是怎么睡觉的？他不用睡觉了吗？到底有多糟 ，Matt？ 虫群对全星区发起了进攻，长官。Mansk 把舰队调去保卫帝国的核心世界，却任由边缘世界自生自灭，这真是噩梦。我们不可能靠一艘旗舰和几个志愿者来阻止一场外星入侵。咱们最好要冷静，伙计。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莫比亚斯那笔大买卖做了。你太天真了，囚犯，还想什么买卖？虫群的目的是要我们全部灭亡。别急 ，Matt， 我们不会坐以待毙，但我们也没有万全的准备。我们要先赚钱打造自己的部队，这样才能改变局面。我现在在等小色那个啊，我现在在等小色那个回家，他刚下班嘛，然后回家的话就我们就开始可以打智商杯了。今天打完智商杯我们就去睡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军械库吧。嘿嘿，各位，我们英明神武的领袖回来了，哈哈。你好吗，牛仔先生？给我准备了什么，死亡？老样子，建设我们的常规部队。让我的军备与时俱进吗？啊？对，你可以在控制台上为他们添加新的升级方案。不过打造一支军队可不便宜，你这次有钱了吧？我说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但我们刚从 Masara 找到的东西能卖个好价钱。上次你也这么说的。这次不一样，对，这也是你上次说的。哼，这个我怎么那么看那么像斧王啊！我靠，简直跟斧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我怎么招得住嘛？升级现有装备固然很好，可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新东西呢？装备槽已经有不少空位了。要是我研制新装备的时候能有图纸，那就更得心应手了。但这些都不是现成的。
有时得靠求、借，甚至是偷。我看有些什么东西啊，兴奋剂、盾牌，肯定是要兴奋剂啊。50000买了，这个是必须要有的。盾牌也要6万，买不起。算了，暂时先只能这样了，这个东西都没用。好，去执行任务去了。以哥的这种操作，哎，任务呢？整体局势如何 ，Matt？ 我们收到了来自 Agria 的求救呼叫，虫群正在攻击那里的宜居地。你的罪犯朋友安排了夺取另一个神器的任务，在一个叫 Manless 的心灵圣地。Mobius 基金会认为，另一个神器在 Manless 星球上，可能有心灵在守护它。一群狂热分子称自己叫 Tordering。你可别激动地把这些 Tordering 当兄弟，因为他们不是。去哪里呢？大家说一下去哪里啊？这个是打虫族啊。收到此求救信号的舰队请注意，虫群正在入侵 Agria。帝国军抛弃了我们，我们只是一个农业移民地，我们需要立即撤离。我靠！收到了这条消息，救妹子吗？帮帮我们！我你们这种意见那么不统一的。好，先光头吧，先光头吧，好不好？先光头，待会儿再去救妹子。那就是了，吉米。就像白主说的，这钱好赚。说不好，那儿有大量的星灵部队，我们必须。什么？警报！侦测到多种虫群生物信号。啊，该死！那些家伙会在地底下埋伏着。不清楚。但他们在向我们的圣坛冲来。好吧，局势复杂了，我们不能两线作战。火箭，运气好的话就不用，我们只要在圣殿顶部进行防守，为拿到神器争取时间，在这儿着陆，然后趁星灵跟虫子交战的时候杀出一条路来。虫群淹没星灵只是时间问题，我们最好拿到神器就赶快离开。先拿神器，然后再去救妹子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了呀，女人如衣服呀，这种时候肯定神器比较重要一点呀。好，开始了。矿物储量不足，整装待发。我要到这个地方去拿神器。SCV 就绪。先运营一下，先运营一下。虫群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。他不会打我吧？会很快落败。正中下怀，然后我们得在虫子移平这里之前拿到神器。矿物储量不足，警报，追猎者正在防线附近集结。他不会打我吧？信号传入中。我有新的东西要给你，牛仔先生，劫掠者，新来的重磅爆破能手。现在可不是让你做实验的时候，死亡。现在是绝佳时机，让劫掠者来搞定那些追猎者，瞧好吧。听见。有坏消息。什么？真的来打我啦？等着你的命令，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谁？等。SCV-97。
追猎没有 blink 这种技能，简直就是只鸡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好，但愿是好事。我先去拿个神器再说。矿物储量。SCV 就绪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就这么办。我靠，两根管子。时间。别让我。谁不服？我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等着你的命令啊！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我这波有点冲动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还有炮台，这怎么办？别让我亮着，你就说什么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还总要需要的呀。但愿是好事。警报，侦测到虫群的攻击。指令，伙计们，等着你的命令啊！哎呦我，那么早去，算了，重来。这盘不算，我靠！虫族为什么会打我？他脑子出问题了吗？哎，真的是。妈个蛋的！你什么事？请讲。整装待发。矿物储量不足，矿物储量不足。但愿是好。先手，先手。矿物。SCV 就绪。虫群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，预计心灵将会很快落败。真的是好不爽。然后我们得在虫子移平这里之前拿到神器。但愿是。警报，追猎者正在防线附近集结。妈的，我可以几高打击的呀。等着你。信号传入中。SCV 就绪。我有新的东西要给你，牛仔先生。劫掠者，新来的重磅爆破能手。现在可不是让你做实验的时候，死亡。现在是绝佳时机。让劫掠者来搞定那些追猎者，瞧好吧。请讲。整装待继续。但愿是好。谁不服？放了多少啊？就绪。没问题。你要给我什么？等等出去，等等出门，还有波虫族的。但愿是。请讲。SCV 就绪。紧随。你吓死我。但愿是好事。我可以去偷个水晶倒是真的。等着你的命令就绪。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了解。需要建造更多的补给站。命令就绪。但愿是好事。我都不知道虫族什么时候会过来。啊，有坏消息，请。SCV 就绪，矿物储量不足，这里不能建造。你要找茬吗？哎呀，虫族快来吧！来了我就去拿这个东西去了。警报，侦测到虫群的攻击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谁？等着你的命！等着你！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正在。这个采矿采的太慢了。矿物储量不足，矿物储量不足。听从指令，等着你的命令啊。这时候好了吧？我去，这时候我再去那个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医生姐姐来了。整装待发，快快！但愿是好事。时间宝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，非常期待。等着你发号施令。你要收拾伙计们。SCV 就绪。什么事儿？翻个管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省得待会儿又被那个。不要来打我了呀，好不好 ？SCV 就绪。快快快！
这就去。你就说什么时候吧。你要给我什么？继续说。需要伤员分类吗？等着你，快快快！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先骗过来再说。任务艰巨。你要给我什么？你就听从指令。我还真是整装待发。感觉是好。奶藤，请讲一下你的意思。待命。等着你。谁不服？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基地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待命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这就是。真的是遇到狗了，这虫族。谁不服？我们需要支援。等着你的命令呢。没问题，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真的是烦，这虫族。我每次我在前面浴血奋战的时候，他总是在我屁股后面捅我后门。矿物储量不足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整装，停。任务艰巨。再放吧，再放吧，待会儿还要出门呢。矿物储量不足。矿物储量不足。矿物储量不足。欧亚 ，SCV 就绪。多装待发。谁不服？啊！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等着你的命令呢！我就不信了，真的是。有坏消息，紧随其后。妈的，我也是猛男好吗？谁不服？矿物储量不足。矿物储收到位置。矿物储量不足。矿物储量不足。矿物储量不足。非常期待。市长官，谁不服？医生姐姐来了，需要伤员。整装待发。医生姐姐来了。你就说是。等着你等，但愿是好事。这波兵还不够，还有点少。现在任务艰巨。嗯，哎，我真的是这虫族，我真的是招不住了。你吓死我了！为什么那么喜欢打我吗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吧。有没有闪电？没闪电，我跟你说个毛！时间宝。矿物储量不足。太棒了！你要给我，但愿是好事。这没有闪电我就不怕了。当然，差不多可以，也可以。医生姐姐来了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正在接近。算。牛逼牛逼！整装待发。妈的，也不能这样好吗？这个太过分了，不要跑。等着你的命令了，你要给我跑了。待命疼的厉害吗？再造根宝，再造个宝。找茬吗，小子？稳重点，稳重点。听从指令，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升级完毕。好的，头。是，没问题。你就说什么时候吧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呢？快！就这么办。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手应该是不成问题。我要去打，把那个打掉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等着你的命令呢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欧阳。太火了。
要找茬吗？兵嘛，感觉略显不足了，还要加一点正面。军粮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，我们需要支援。紧随其后，开路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是。好，这波兵加上来，应该。这盘就问题不大了，这盘打完之后啊，我们就打智商悲剧，小色已经上线了。我擦，快快快，你要找茬吗小子？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。紧随，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那你换个白球，你以为我是瞎子啊？这种我都看不出来，那我还怎么打星际？还打毛的星际？别让我亮着！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时间宝贵，等着你的命令。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何人利用射程？现在要？我还真受欢迎。这是好事儿，听从指令，伙计们。去四号位置，正在接近。等着你的。基地遭到攻击。谁不服？你要给我什么指示？好了呀，哥拿到神器了呀。收到位置，正在接近。什么？谁？哎呦！晒得跟花一样。哎呦！你要找茬吗，小子？收到。是长官。好了。我派人过来取神器了。我们拿到了，全体人员撤退。我忘了你是个狡猾的人，简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Kerrigan， 先别急，我先退到那个上面去，是不是？然后停掉，不要急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任务版先打到这儿，我们之后我们要打那个了啊。把这个看完吧。囚犯，我不记得你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。了解情况而已，船长大人。这个刀锋女王把大家吓得屁滚尿流，哼，可我看不怎么样啊。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吧 ，Tegas？我管他是谁呢？和吉姆可有关系？他们过去走得很近。等等，你是说他们曾经有一腿？
这不是过去的他，被虫群掳走后他就成了这样。然后吉米觉得很内疚。老实说，如果再见到他，我不知道吉姆会怎么做。像这种女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为什么我觉得泰克斯为什么那么嚣张啊？感觉就是已经天下我有了。已经我撞见 Takis 侵入我们的数据库，偷看有关 Kerrigan 的资料。他在搞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显然他不值得相信。 Matt， 我认识 Takis 很久了，这么多年来在一起摸爬滚打，他落网之后帮我全扛了，没出卖过我。我逃过一劫，他却进去了。您是个重情义的人，长官。我欠他的， Matt，你别管了。是，长官。看来你又赶回本行了。没错，黑尔先生，同时对付虫子和帝国军让我有点应接不暇。你有多余的人手吗？要知道，如今是市场向卖方倾斜了。不过你的麦太久真叫不错。差点忘了，这儿有些你可能感兴趣的雇佣兵合同。你真善解人意，黑尔先生。这什么东西吗？你雇佣什么？两个才，这个呢？这四个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3万块钱啊！算了，先不雇佣了。好，我们先今天的那个任务版先到此结束吧。待会儿我们再那个就空了，我们再进行任务版那个一个过关啊。现在我去跟小四去干去了啊。